一车的重量是13.13公斤，直接提起来就好了哈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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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、欸，不要在那边动呀！完了完了完了！6.75，六点多哎、欸。我们恭喜弟妹队获胜。好，等一下我再招待你们两个玩一番。玩一番，对对对，哦、好好，给你们一人互动哦。OK， 从这边来吧，不行给你。哇！直接搓。一点。如果是0.01的话，就高潮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零点一是毕业。那我去把五个全部拿出来好了。好，你先拿完，然后你去旁边抽。好。好。我跟你讲，我手机真的很差。如果真的开到0.01，真的会疯掉。我那时候抱了一堆洞，结果没有中。为什么要自己抽？数老鼠，全抽老鼠。我们把我们的点全部拿来换这个。哦，好，我们开好。294，294。什么？081啦。哦，不是001。哦，那个表情很嗨哦。很前面是。超前面的，那边不是600。292。哦，有600号，好多。对啊，我都平均都在400。哎，006是前面的、哦。哎呦，哇，太前面了吧？前面哎。哇，我说手机不好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会正常运会。是金项链啊。045006。哎，你很前面哎，你又还没开完，你在那边。哎，我的是292。479。哇，我比他400。哇，275。哎，为什么真的都这么后面？弟弟已经把运气用在刚刚赢我们上面了。这也太浪费了吧！501，501，原来正财啊！369，哎，我知道超后面。哦，所以零一六真的蛮，你真的很前面，很前面。来吧，那我们就在这边对讲吧。哎，6号是野兽恐龙。哇！哇！006是野兽恐龙公仔。我们就来看一下。妈呀！妈呀！搬回去喽！吓到哎！你是第一个前十名，都没有人，都没有人呢，十名都还没有出来。哇！因为刚开这栋是刚开新，所以你这样算太强了，太强了。那我帮大家把那个后面的号码抽掉。我们没有说好，我们没有那个。我真的是来这才知道我要玩这个东西哦。也很棒啊！262是吸管杯，有两个吸管杯。吸管杯超好用，因为现在去便利不是便利商店，那个便利商店也可以嘛。然后那个手摇饮店都可以折扣。啊，送你了。我没有耳洞，他没有耳洞哎。有耳夹的，有耳夹。79戒指，501也是戒指。好，好，看哥哥的。来来来，只有5名的被指责抽中了。你看前面那个是只有我一个人哎。就是上面那一排可以选择。哇，真的，哇塞。好可怕。哇，这也是前面的哦。对啊。金盒，很可爱，是零哎！你没有在前一百，我没有哎。OK， 来吧，开到礼物吗？很开心，耶耶耶耶！赚，好赚了，今天好赚了。来看一下吧，野兽恐龙的这四只，一个是汤姆与杰利，然后一个是那个三眼怪，一个是那个玩具龙。哇，我突然的一个抉择，等一下大奖来的，如果是我会选汤姆吧，好，那就拿那个啦，汤姆吗？好，因为它比较可爱。还有那个，你看宝可梦，宝可梦嘛，是上面那个吗？老板亲力亲为的帮我们打公仔，这才是最大的奖项吧。001，哇，来啦！干虾，汤汤，这个嘛，这个可以，可以。突然就爆了一个大奖，对啊，突然爆了。来吧，那我们拍个照好不好？好，拍个照，拼手气。一